葛老板，葛老板，不留，李百姐。哦。安怎？会忝袂？袂啦，多谢你收留我。这个，免跟我客气。你的代志就敢那婚姻姑娘的代志共款啦。哦，头家，你的店细细间啊，应该无需要加我一个卡手啊。你是嫌我的店收细间？我跟你讲，店面大间，上个重要的就是你爱有人客要提的货。我唔是这个意思啦，我是想讲，若是你的店无需要一个卡手。你就免勉强用我啦。其实啦，我嘛不是讲完全看婚姻姑娘面子，才予你来店内斗三工的啦。无良，即卖是乱世，人民若到遐，人情像薄雪，但是却是一个不哩啊好的机会哦。乱世出英雄，你着爱趁乱世出去找机会。然后我自己一条路行，安尼你知毋？嗯。我归去就甲你讲较清楚一点啊。人一生啊，敢若有一摆好机会尔，若抓无着，好机会永远都袂阁翻头。一摆，你甲我，当个好好啊把握，你听有无？我知啊。少爷，秋莲，包花伫遮，家己看好啊。要摕去大厅无？免啦，我家己来就好啊。少爷，包花看好啊，敢要摕去大厅？免啦，你放了就好。是。苏琪，这世人咱无缘，后世人，我若是出世人较好的人家，咱才来做翁仔某。坐过来。我让你坐过来。你不是应该还在街上搜刮钱财吗？这时候回来做什么？哼！我跟你说啊，你和你们娘家人千万可别太清高了。你们王家的地位怎么来的？还不是靠钱买来的？我就后悔，
我当初怎么找了你这么笨的一个台湾女人？我随时可以回去。你回去。 去跟五楼那个下人过日子，啊！你做梦吧！我告诉你，你这辈子都是我的私人财产，你知道吗？林小兄，我告诉你，小爷我在外边女人多的是，根本就不在乎你这一个。 你待着吧，你守在里边待一辈子。少奶奶，你又没有吃，这样是不行的。 少爷出手也太重了一点。この2日間男性で食事をしましたが、断水以降は浅すぎて軍艦には無理です。しかも台湾では民主国なるものができておりまして、守りを固めています。 攻めるのは無理です。うん。キールン砲台もそうです。なかなか難しい。うん、そうだな。ここはどうだ？淡水、キールン、遠慮大手。この辺は広くて波は穏やかで上陸ができる。何よりここは敵軍が少ない。はい。統計上順部は。 ここを完全に忘れております。うん。今回、信徒の戦で、遼東半島、山東半島に上陸した。すべて、それは保有地で、奇襲は我々の必勝法だ。こたび、台湾に侵攻する自信があるけど、あらゆる面で油断があってはならん。殿下、ご心配が過ぎるのではありますまいか。石橋を叩いて渡るというものでは。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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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郭老板，今天怎么多了一个人呢？哦，俺都今天会较早了，所以请人来倒沙岗，一些单，人真够意了。可以了，我向大人回报去。好，大人，郭老板送货来了。今天多少货啊？一共送了7箱。 可以卸货了，来，过来帮忙。来，来，贴片。来，赶紧，赶紧啊！大家动作快点啊！给你，给你，给你，弄不我条吗？快点，动作快点，搬过来。咱们给你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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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。 老板，哎，大人很满意跟你做生意。金德下礼，老来了哟。给给给。
多谢，多谢。这钱你先提，免谢意。多谢郭老板。别客气啦。无聊，我来讲，小郑起来三军未发，粮草先走，后勤单位所需的军品，不是干那只个用的尔，其中。 医药用品上个抢手，到时阵市面上卡数若是欠货者，乌市的价钱一定压足悬的，迄利润会惊死人。遐会伫咧管军用品的大官，因脑筋嘛是在袂歹。安尼是安怎？咱干那换火钱较清气，无加囤一寡医药用品啊？放长线钓大鱼的，后壁还佫有大摊的咧。 虾米较大摊呀？这哦，这是我的香港学的。郭老板去过香港？香港我去过几摆啊。我学着是文地文化，发财闭关，迄个是骹手爱紧，骨头爱软。一百二。骹手爱紧，骨头爱软。对啊，无聊。 后摆日本人来，你着了解。台湾遐有钱人，拢嘛真惊死。怕日本人啊，都惊日本人个抬头，啊，若惊日本人投降，佫惊侵略个抬头。所以讲，咱两个人根本就无即款个负担。咱一定爱把握即个好机会，骹手一定要紧。我毋是捌甲你讲过啊，人个一生啊。 敢若有一摆好机会尔，骹手爱紧，安尼骨头爱软是啥物啊？后摆就要人来，你就会了解。阿爹，阿娘，文杰，要食饭啊？啊，你广播好要创啥？